啊，诸位传统文化的同道，大家吉祥。啊，我们前面学习《论语》当中五伦的京剧。那今天我们进入五伦当中夫妇这一轮，《中庸》当中有提到君子之端啊，君子之道啊，躁端于夫妇。所以我们要成为圣贤君子啊，从哪里开始下功夫呢？从夫妻的相处下功夫。哦，所以诸位，大德同修啊，不能挑着学啊，这一句很重要。哦，就像格言《廉弼》当中提到的，近处不能感动啊，未有能及远者。那离我们最近的在家人呢？那夫妻呀，是同一间房间的，最近的了。其他的家人是同一个房子。所以中庸提的这一句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遇到，另外一半呢，不是很佩服我们，这个不能怪他们。哦，我们自己还没有做到，让他们认可、感动。这个群书之要。在讲到齐家这个部分，这个101句在79页，这个我们群书之要的课再一起来深入真的大概跟大家过一下，他就有提到了，当然我们过这个文我们也随文入关了，君子口无戏谑之言，言必有防。君子开口不说这个玩笑的言语。当然不是说不幽默大家不要误会了，不乱开玩笑就不稳重，或者是呢，开玩笑轻慢别人，那敬人者人恒敬之我们有轻慢别人的行为，怎么可能感得另一半或者家里的人尊重自己呢？所以言必有防是说话。必定有分寸的，有规范的，那身无戏谑之行，行必有俭，自身没有轻慢玩笑的行为，行为必定检点谨慎，他的言行，言必有防，行必有俭。所以虽妻妾不可得而独也。这个妻妾算是跟他最近的，不会因为亲近而无礼，而对他无礼。那虽朋友不可得而狭也。比跟他好的朋友也不会因为跟他很熟悉而轻慢他。
啊，是以不愠怒啊，而教行于归门，好、啊，不见欲而风声化乎乡党。啊，他不用严厉训斥的言语，啊，而用身教啊，就能影响整个家族。啊，不用规劝告诫，而良好的风气呀、啊，就能教化整个乡里。我们看元朝，有一个读书人，哎，他在元朝那个时候啊，刚好是逃难了、啊，但他逃到一个地方。人家又饥又渴啊，看到有果树就摘来吃了，呀，他都没有动。哎，人家说你怎么不吃啊？他说那果树有人的。哎，别人说啊，果树没人的啦。那果树可以没有人的，在我的心。果树可以没有主人，我的心不能没有主人啊。哎，后来他所在的地方啊，小孩子哪怕果子掉在地上啊，小孩子都不会捡来吃。就他一个人就影响了这一方的风气了。哦，所以这个。我们现在看的这些经句啊，不是我们老祖先想出来的东西啊，通通是他们实践出来的，领悟出来的，五千年的理念方法还有表演，他们做出来了。啊，这里还引了孟子的话。大人正己而务正，圣贤人包含君子，他端正自己的，他身边的万事万物啊，也随着端正。啊，这个用佛家讲叫依报随着正报转的。那离我们最近的依报啊，另一半呢、啊？啊，再延伸开来，自己的家庭是依报；啊，再延伸开来，自己的邻里乡党是自己的依报了。啊，我们也曾经去过老人家寓的地方，刚刚那个官员叫许衡。许衡心主了，啊，他随时自己的心做得了主人，不好意思哈、哦，刚刚想不起来，那这个医报随着正报转呢？这个是真理呀、啊，我们得透过自己的，我们相信，我们理解了，我们愿意去实践，看看另一半，看看家人有没有因为自己的心念转了，他们整个状态啊也跟着转，我这次到新加坡去。有一个女士我半年多前看到她愁眉苦脸，哎，这一次看到她挺有笑容的，她的转变也是让我挺惊讶的，她就是很真诚的跟家里的人，尤其跟她的儿子促膝长谈了一样。才感受到啊，原来自己的这些态度行为啊，给自己的儿子是什么感受啊？
啊，诸位仁者啊，大家多久没有跟最亲的人促膝长谈了？啊，后来他就发现自己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控制要求，他就很警觉的啊，去关照自己的心念，啊，尽量把控制要求的念头放下来，他就发现他家里的人变了。其实最根本的是他自己变了。好，啊，所以今天我们进入啊五轮当中的夫妇之道。那我们在 PPT 当中啊有列了三个重点，第一个是重德轻色。第二是祝福成德，这里应该再补一句，不然呢 一看到祝福成德怎么都要求我们女的呢、哦、这个要防止众生起心动念、哦、还要再加一句领妻成道、哦、现在你不讲平等、啊、会引起公愤的、啊哎这个时代我们要了解清楚。啊，你说怎么都要求我们女人要三从四德啊？大家要知道，以前的男人，比方说啊，读书人要求他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啊，要求他的德目很多的，啊，甚至于是你说女子的四德啊，男子要不要有啊？那当然要有了，啊，你看女子要妇德，男子也不能没有德啊，啊，男子是家里的天，他要以身作则呢，他怎么可以没有德呢？啊，那他的言语要有修养啊，不然孩子都带坏掉了，啊，他也是要形象端庄啊。他邋邋遢遢的那孩子就学坏了。他也有容貌要君子不重则不威啊。第四他这个啊复工女人要有护持家庭的能力啊，男人要有护持事业。包含协助家庭的能力啊，啊，尤其现在大部分的家庭是双薪家庭啊，夫妻都要出去工作的，那你太太工作一天多累啊，你回来一定要跟她一起分担家里的这个家务啊，那这些能力都要学，啊，这夫妻相处要。互相尊重，互相体恤啊，互相关怀，互相包容。哦，人跟人是互相交感的，哦，所以不要去要求对方，啊，我们要如是因，如是果，啊，希望对方理解自己，首先我先理解他，啊，希望对方尊重自己。首先我先尊重他，圣教里面所教啊，事情不离两个字，因果。好，那这个是第二条。好，第三呢是学习啊夫妇之道。那我们首先呢，从跟重德轻色相应的句子，学而第一第七句、啊、在我们论语讲要、啊、第十七页这个贤贤易色是尊重贤德、啊、然后轻美色
啊，因为这个饮食男女啊，人之大欲存焉呢、啊，哦，所以这个好色啊，也是与生带来的习气，但习气是可以调伏啊，慢慢调伏啊，我们能重视道德啊，啊，这个部分呢，就能慢慢啊，比较看淡。那我们看啊，因为之前有学习过哈、啊，我们可以看一下李炳南老师在《论语讲记》当中啊，有提到了，啊，指出《诗经》啊，这个是五经当中历史最算是悠久的啊，第一首诗啊就是《关雎》了。啊，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啊，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啊。诗经传了几千年的经典呢，所以他这第一首啊，其实就是在诠释夫妇了。啊，五伦呢，以夫妇为开始，啊，有夫妇，而后有父子，有兄弟，这家庭里的三个伦常从夫妇开始转动了，啊，但踏出家门呢，啊，才有领导被领导的君臣跟朋友的关系，好，那这个家安定了，才有国啊，那一个家里面又是以夫妇为核心的，哦，那这里就提到了，现在有人主张啊，一杯水煮一，就是这个啊，两性啊，啊，这种性泛滥的风气，啊，李老那当时候啊，这些风气就存在了。现在就更严重了，现在更需要显正破邪啊，从我们自己啊做起啊，好，每个人都有责任的，啊，所以家都齐了，这个国啊，就是夫妇都乱掉了，这个家如何齐啊？国如何能不乱呢？所以连《易经》啊，开首也是主张夫妇，所谓乾坤定一啊。而且那个八卦，《易经》的八卦呢，其实就是八口之家延伸出来了。好，那李老啊。这里啊，有讲到了家中娶女子，因为我们讲夫妇啊，生于死啊，生于死就是择偶啊，先要调查他的品性啊，万不可只看面貌。家有美妻啊，则倒霉啊！啊，这不是我说的啊，这是李老人生的智慧啊。国有美人，必亡国。哦，你看，褒姒啊，啊，这些，哦，那好。要爱其德啊，非爱其色啊。所以你一个男子，假如好色不好德了，这个后面的路就很难走了。他人生的轻重缓急就错了。好，所以周朝的天下得到后妃协助，所以这一首诗就是指文王求另一半呢，求后来是太姒。
当了他的太太。你看，出圣人，这个周朝就兴盛起来了。啊，所以另一首《诗经》就讲了。啊，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于归就是女人出嫁了，宜其家人了。这个女子有德啊，这个她嫁过去，这个家呢就兴旺起来了。啊，所以周800年呢，这个是个榜样。好。好，我们再看呢，下一句啊，子曰啊，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这个在啊《子罕》第9、第17句哈，在我们讲要的387页。哦，我们看一下这一句话的背景孔子啊，在魏国魏灵公呢，跟夫人男子啊，同乘一辆车子出去游览这个圣人都到家里来了，还跑出去游览。啊，要多请教才对了。哎，男子要求孔子啊一同去。孔子因为他是做客啊，不便拒绝，就乘定一辆车啊，随同出去。灵公与男子等遂在大街上招摇而过那他们。夫妻坐在前面呢，把孔子放在后面的车子来。大家想一想，待客之道能不能这么做？待客呢，以客为尊呢。况且孔子是圣人呢，所以欲令自迷啊。哦，你看这个灵公男女之欲，达到他就做出。会贻笑天下的行为而且他还在街上招摇而过啊，那不是给他自己的国人看他的笑话吗？那我们自己接待客人呢，也要表演给自己的家里人看啊，以客为尊呐。师长老人家是真的恭敬客人这是承德亲眼所见的。在图文吧有课程，这个客人是个女导演呢，气质非常好我的推断呢，那时候应该差不多是60岁的人。哎，他来当客了。师长都是亲自带他认识环境讲解得非常清楚万姓祖先纪念堂这是什么考虑这待客之道展现在我们学生面前每一天课程结束了陪客人今天你听得怎么样啊？让人家宾至如归啊！到了最后一天结束了，他提出来了，他说：“老和尚啊，我可不可以皈依啊？”他说有身份地位，一个女导演，跟老和尚相处这10天呢，深深感动啊，他要皈依佛门。
老和尚同意了，啊，我这辈子只看过老和尚拿这一次影磬啊，大衣啊，亲自为这个女导演皈做三皈依。老和尚一说同意帮他皈依啊，这个女导演的眼泪啊就没有停过了。皈依完了，她还在流眼泪，被感动了。你看老和尚待客之道，能够让人家感动到眼泪都流不止。人能弘道啊！啊，我们在五伦的相处当中，能做到让人家看了感动，我们在弘道了。哦，所以这个国君不办公事，却带夫人在街上招摇，啊，给人家看了作何感想啊？啊，所以孔子就感叹了：“哎呀，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当然也看领导者不是重德了。这个孔子为什么周游列国啊？就是为了把礼、周礼啊，能够在一个地方做出实验，带动全天下。”那这样的领导者，原不成熟的，不攀援，离开魏国，前往曹国。好、哦，那，哎，这里注解又点了一个重点哦。好德的德字啊，就是《学而篇》闲闲逸色的闲字。好、哦，那闲闲逸色是泛指。泛称第三者，啊，就是啊，这个子贡在讲这个话，闲闲逸色，啊，他是指第三者。但是孔子他现在他是当事人，他在这里讲话，本身牵扯在内啊。啊，假如孔子说闲闲逸色啊，那。为了避免说自己是闲人啊，所以换一个德字啊来称自己啊。闲是由修学而得，但是德是人人本有啊。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啊，每个人都有明德啊。可是，一称闲，自己称自己闲呢、啊？孔子有德行啊，这种话他说不出口的，所以说德啊比较谦虚呀、啊。哇，你看圣人他在用一个字啊，就是他心境的流露啊。我们自己假如不仔细关照自己的心呢、啊，很多那个傲慢、不谦虚的话，啪就出去了。我们在哪里修行啊？在讲一句话的时候修自己的心啊，做一件事的时候关照自己的心啊。哦，所以我们这个学《论语》讲要，学《论语》讲记啊，哦，我们得这个。深入去学啊，哦，不能囫囵吞枣啊，这里面都有学问在里面的、啊。哦，那李老的讲记啊，里面有提到了，孔子是出来办事的，周游列国，连自己的国家都离开了，那是有远大的志向呢。那你当主人的人，你要也体谅到人家客人的心呢、啊。好、哦，那孔子还有时间跟你出来兜风吗？嗯，好、哦。
哦，那这里呀、啊，李老有说到了，无有不如己者啊。你交朋友啊，要交有德的人啊。同样的，哎，今天孔子是希望能够啊，找到一个国度啊，现在说一把手功臣呢、啊。啊，这个领导者人存正举啊，找到这样的一个国君，大家可以一起啊，成就事情了。那我们在五伦当中啊，都会受对方的影响。哦，所以人在社会啊，是合群的动物，不论男女，品性不端的朋友。不可以交，啊，交久啊就受他熏染，啊，没有好处。啊，这是啊我们学习这一句，啊，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好，我们接着看。讲要啊，773页。啊，其人愧女曰：“季桓子受之。”啊，3日不朝啊，孔子行。啊，鲁君呢？啊，接受齐国所馈赠的女乐。啊，孔子既知啊，已无法在鲁国行道啊，便辞官啊，离开鲁国了。那这个历史背景，在《史记》啊，《孔子世家》里面有讲到啊，鲁定公14年，孔子年56岁啊。好，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他是大司寇兼宰相这个位置了，啊，相国的位置了。啊，宇文国政3月，他做这个工作啊。没有多久啊，3月，商品就不二价了，路人不拾遗了，路不拾遗啊，夜不闭户啊，鲁国大治，啊，与鲁为邻的齐国啊，深恐鲁用孔子行霸，你看这个齐国呢，见不得人好啊。哦，所以齐国的国君啊，包含待会讲到这个提建议的人呢，现在应该是在阿鼻地狱了。啊，所以大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可以去救救他啊！啊，因为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人了。好，你看，假如他没有干这个事情，鲁国大治，可能周朝还可以维持更久一点呢。哦，哦，所以，哎呀，这个啊，没有学《太上感应篇》，见人之德，如己之德，啊，见人之师，如己之师啊，要成人之美才行啊，不然一嫉妒人呢，造的业都是地狱业了。所以他们因此啊，采用离除所说之计啊。啊，以女乐啊迷惑鲁君，破坏孔子为政，于是选了80名美女啊，透过这些美女去能歌善舞啊，迷惑国君呢、啊，以及文马34啊，30辆
马车，这个马车是四匹马拉的，这个都是很贵重的物品。啊，就是给了30辆，奔驰的车子，哦，还是BMW 的车子啊，来贿赂了至正鲁军呢，陈列在鲁国城门城南高门外。啊，这个季桓子啊，引鲁军往关。终于接受，啊，那这个季桓子就没有做到一个忠臣的职责了，这个陷国君于不义了。定公果然为女乐所迷了，啊，以致连续3日不理朝政。不久呢，鲁国交祭，鲁国举行祭天的仪式啊。是相当重要的祭祀了，结果啊，这个国君又不依礼呀，将祭祀完的这些番肉啊，分给大夫，那等于是不尊重这些大官了。我们看这个欲令自迷呀。这个欲望一现前的时候啊，人理智都没有了。群书治要当中讲，玩人丧德啊，玩物丧志。所以这一句话也提醒我们，我们今天要。献身能啊，成为圣贤君子啊，这一生结束能往生极乐世界作佛啊，那我们对于这些诱惑啊，都要能克制得住才行，不然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因缘呢，可能就会被自己啊给毁掉了哦。那孔子。看到这个情况了，那在鲁国要实行周礼啊，因缘不成熟了，那他得要找其他的机会了，便辞官离开鲁国啊，前往魏国了。好，啊，这是其中一句啊，我们再看。公冶长第五第一句，这些都是跟夫妇之道，跟这个择偶啊有关系的句子啊。哦，我们看啊，子谓公冶长，可期也啊，虽在雷泄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弃之。啊，这个大意上是讲了，啊，公冶长呢，可与以妻也，可以把女儿嫁给他。啊，虽受到刑狱之灾呀，但是啊，非其应得之罪。哎，即以其女嫁之。那公冶长呢，是孔子的弟子。那公冶长啊，他行为非常端正的，结果反而获罪了。这个到底是什么情况呢？啊，是。公冶长刚好啊，从魏国啊要回到鲁国，啊，他在途中啊刚好听到有鸟在互相鸣叫，好像在对话。结果他听得懂鸟讲的声音啊，
这些鸟啊，在说啊，他们要往清溪呀、啊、去吃死人的肉。他听完没多久啊，就看到一个老妇人呢、啊，在路上一直哭啊。这个公冶长就去问他了。老妇人说啊：“哎呀，我的儿子啊，前天出门了，到今天都没有回来啊，恐怕已经死了吧？不知道他在哪了。”公冶长就说啊：“啊，我刚刚有听到啊，鸟互相讲话了，啊，说要到这个清溪去吃死人肉啊。哎，或许有没有可能是你的孩子？”这个老妇人就过去了，果然看到她的孩子死在那里，哦，然后就报官了。这个村里的官呢，不分青红皂白的，就以杀人罪啊来治这个公冶长了，他就被关起来了。哦，哦，那他当然要为自己来辩论呢、啊，他听得懂鸟说话、啊，哦，后来，啊，这个负责监狱的人就想说找机会试试看他是不是真的了，结果还给他关了60天呢，啊，刚好呢有麻雀呀、啊、停在这个。监狱房的这个铁栏杆上啊，在那里讲话，这白莲水边呢、啊，有运粒的啊，运这个粮食的车啊，运粒米的翻覆了，哦，这些粒都散在地上，哦，都来不及捡了、啊，赶快我们飞过去吃啊，哦，然后告诉监狱负责的人，他们就赶快派人去看有没有这个事，果然确实是这样。啊，而且后面又能解猪讲的话，讲燕子讲的话，都应验了，就被放了。哦，所以这个古人的能力哦，不是我们现在的人能想象的哦。啊，也不能因为我们做不到了，就觉得古人这个是假的哦，这个都是真实的记载了。那我们想象一下，他被关进去了，还被关60天呢，有没有被用刑法？可能有啦。啊，好像《孔子传》里面有拍啊，公冶长脸上有痕迹呀、啊。啊，我看哦，不少忍者啊，你们的年龄应该啊也是娶媳妇嫁女儿的年纪了啊。哎，今天有一个男的，这个脸上啊，哦，有被刑法的痕迹在脸上了。你会不会把女儿嫁给他？哎呀，好丢脸啊！哎呀，人家误会怎么办呢、啊？我怎么去跟人家解释啊？哦，那你看孔子怎么做啊？非其罪也啊，把女儿嫁给他。哦，我们就想到中庸说，君子动而视为天下道，行而视为天下法，言而视为天下者。啊，了凡四训说的，发一言，行一事，全不为自己起念，全是为物立则啊，要树榜样啊。所以孔子这么一做，是不是也是彰显重德？轻他的长相啊，长相就是色啊。
哦，所以这一句啊，让我们体会要重德轻色。同样啊，也看到孔子连嫁女儿啊，都在扭转天下的风气啊。好，好，那我们看这个。李老有讲到啊，从前男女婚配啊以德啊，今人以财啊，你的价值观偏得太厉害了。你看认知错了，轻重缓急错了。你看现在离婚的那么多，很苦啊。所以要调整思想观念才行啊。哎，这里呀、啊、还引了这个《搜神记》哈、哦，这个是说我们古人有很多很高的能力，甚至于说实在的，现在的人心地清净了，还有很多能力也会恢复啊。哦，这个我们。也不能常常以自己觉得我不行，别人就不行啊、哦。这里就讲了一个故事啊，在江苏一带，有人用梧桐木啊烧火做饭。这个蔡邕啊，刚巧经过，他听见这个梧桐木在火中烧裂的声音，有点异常。他就听出来，这是一块良木啊！哇，这个耳朵很厉害啊！哎，他就要求烧饭的人呢、啊，将木头卖给他。人家烧到一半，把这一块木头救下来了。苍茫中啊，自火中抽出木头。哦，后来蔡邕啊，把这一块木头啊，制成一张琴啊。这个弹奏起来声音果然很甜美啊，可是琴的尾巴已经烧焦了啊，因此啊，这一支木琴叫焦尾琴啊。哇，这个在古琴里面很有名的一把琴啊。哦，好，哦，我们再看另一句哈、啊，这个也是。择偶很重要的，下一句呢？啊，子谓难容，啊，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行路，啊，以其兄之子弃之。啊，难容这个人呢，是孔子的弟子。啊，他国有道的时候啊，那你国有道啊，啊，国君或者这些主事的人，他就懂得选贤举能呢、啊，好、啊，那就能够为国用嘛。但是国家无道了，他能呢、啊、免于。行路之祸，国无道啊，他不会遭受灾祸。代表啊，后面写的出处有道，哎，他知进退啊。现在这个时节因缘，能不能当官呢、啊？哦，要怎么自处啊？怎么明哲保身哈、哦？哎，明哲保身不是负面的哦。现在有点用歪掉了，哎，他不会既明且哲啊，他是有智慧，对境界清楚，以保其身，他不会平白牺牲掉啊。
你看，那个商有三个这个圣人呢，这个比干、箕子、微子。那比干是他的，是纣王的亲舅舅啊，他得尽力劝谏呢、啊。哎，后面两位呢，跟他的关系没有那么近啊。你看微子离开了，到了韩国啊，你看他是韩国的祖先呢、啊。箕子呢，装疯卖傻了，熬过一劫呀、啊。啊，这怎么自处？所以他出处有道啊，知道应对进退啊。这个人贤呢、啊，此事其贤。那孔子是给自己子女找对象啊，要不要慎重啊？哦，那春秋战国时代比较乱呐、啊，哎，礼崩乐坏了。哦，那给自己的子女找也是很慎重啊，啊，找一个这个，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呢，都不会有生命危险，都不会遭祸的人，很靠谱的。哦，好，哦，那回到我们自己了啊，你要为你的下一代顾念他找对象，这一句就挺重要的啊。我们进一步啊，再深入一下，深入什么？深入啊，南容的德行。哦，这个南容的德行啊，跟下一句有关哈。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在先进第十一啊第六句。南容三父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弃之。我们从接下来的注解啊，了解一下南容的德恨啊。这白圭啊，是白色的瑞玉啊，在《毛诗大雅》一篇，在《诗经》里面。这个一篇有这四句啊：白圭之殿尚可磨也，师言之殿不可为也。这个殿呢、啊、是玉上的缺点啊，那刚好整个白玉啊有一个黑点呢、啊，你还可以把它磨掉啊，尚可磨也。若言语有缺失啊。一言既出啊，驷马难追了，那就不能磨了，磨不掉了。那三父这个三，哦，不是指一二三呢，是代表多次，代表南容啊，他读诗读到这四句的时候啊，多次复诵思维，可见他。跟这四句很相应，不相应他就划过去了，他怎么会一直读呢？代表他是很谨慎的人，慎于言语，求言语啊，不要有过失啊，求其无玷啊，那很谨慎、很稳重的人。
我会随便讲话，随便做事的。所以孔子将他哥哥的女儿嫁给他了。诸位仁者，大家有没有读过哪本经书，哪四句话？然后一直反复给他读几遍呢？假如都没有啊，那可能我们的学习有一点囫囵吞枣了。走马看花了，这个不好，要重复学习啊，我们才比较能深入。大家有没有听过老和尚一片光碟重复看的经验呢？当然，我看有人点头了啊。那你重复看是学的第一年还是第十年呢？假如第一年重复看，第十年没有了，那可能没有以前用功了。这个都要自己检查，自己的状态，初发心成佛有余啊。假如一开始哇很珍惜啊，一片都看三遍，现在看五遍，那这个善哉善哉啊，这个更加恭敬认真了。在大代理啊，魏将军文子篇有说到南容是独居诗人。公言言义，大家观察对象可以从这里替孩子找对象也可以从这里观察。独居就是慎独的功夫了，他都思考虑什么人，仁爱啊。自己独处的时候啊，那个行为还是都符合在道中的，不会没人在的时候就放纵了。格言别录里面讲，青天白日的节义啊，一个人很有气节，从哪里培养出来？是暗室屋漏中培来。玄乾转坤的经纶，哇，他能扭转乾坤，这么好的能力啊！自灵身履薄处得力啊！灵身履薄就是很谨慎的，战战兢兢，言语都不会乱讲。慎独的功夫展现在言语的态度上。所以我们培养自己，培养孩子慎独。公言言义啊，就对众人说话必须合乎正义，甚至于是跟道义有关的，都能挺身而出啊，据理力争。那他的一言一行也是公众的法则的取法于他了。好，在讲要当中，李老呢有讲到啊，古人选妻啊在德，因为齐家必得选择对象，要选对对象
这个家才能起来。所以这个逃之夭夭，其业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宜其家人，然后可以教国人。他家做榜样呢，可以带动这一区啊，带动国人。所以我们学传统文化的选对象啊，要有这种胸襟啊。透过自己的夫妇关系啊，给社会树立榜样来啊，为人演说啊，选对象啊，不在钱财，而在人才啊。诸葛亮选黄承彦女儿为妻呀、啊。啊，这个举历史典故了啊，我们肚子里面也要比较多故事一点啊，这样讲起话来有说服力啊，啊，这孔明谁不认识啊？啊，所以古谚语有说了，啊，孔明择父啊，啊，景德阿城丑女啊，啊，这孔明也是做出表率来了。那大代理云就讲到了南荣的德行了，独居诗人，公言言义，这是慎独。那李老进一步讲到了我们古代的读书人呢，他们的心境呢是不愧轻盈啊。就是面对自己的棉被啊，自己的影子呢，不觉得惭愧啊。假如自己没有慎独，念头邪念啊，或者做的言行见不得人了，晚上睡觉的时候看着这个棉被有点睡不着了，不好意思了。古人很有惭愧心的。这惭愧心太重要了啊！11个善根里面，惭跟愧就占了2个了。自己不依照良心去做了，看到自己的影子也不好意思了。像范仲淹先生，他是官员呢。他晚上睡觉想一想，我今天对不对得起国家？对不对得起俸禄啊？对不对得起百姓？想一想，不够对不起啊！睡不着了，隔天起个大早，赶快去办公事啊！好，那《大学》讲到了“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言乎？”古人的心境啊。自己独处的时候都当作有10个眼睛看着我，10只手指着我，自己就 不会放纵自己了。现在我们刷抖音呢，刷刷刷啊，一个人在，没有人在，刷刷一刷刷2个小时，时间就浪费了。今天学完这一段，十目所视，十手所指，还有佛菩萨在看呢。哎呀，你不是要发愿求生净土吗？怎么还在这浪费时间？哎，这不好意思。这个经文我们要 用上来 才有受用，不是拿来背的，拿来关照的，拿来落实的。我们看李老进一步讲了，独居之时啊，你身不动，口不言，但是意念如何啊？你的念头呢？你不能装个样子，
都不说话，好像很清静的样子。哎，要思人呢，与人不离开，念头都是用真心啊，所以必须慎独啊，连念头都要慎重。啊，如实木所示啊，实手所指啊，私下独居啊，应私人呢、啊。好，你看讲到这里了，李老马上跟我们修行结合起来了。大家念佛啊，也不得一心，所以才教大家忆佛念佛啊，净念相继啊。你念佛，扶不住念头了，可以忆佛啊！你去读经啊！整个西方极乐世界介绍的那么清楚啊，那就是在忆佛。哎，你听老和尚讲《大经科注》啊，都是让你在思维啊，在意念极乐世界依正庄严呢、啊。哎，这个让我们的心呢、啊，都在正念啊当中啊，你念佛深深唤醒自己呀、啊，你听经、读经都是在忆佛。我们今天不忆佛念佛啊，须臾被忆佛念佛之心呢、啊，刹那就是胡思乱想。就有可能又轮回心造轮回业了，所以你看拉回来，独居斯人拉回来，我们当前的修行了，那公言言义，在公众场合说话，需说合乎道理的话，因为一言说出啊。有用心听的人啊，有用心学的人啊，你讲错了不是误导他了吗？可以不谨慎吗？所以我啊，未曾在公共场合中指责你们的毛病啊。在公众场合啊，隐恶扬善啊，扬善于公堂，威过于私事啊。那我们看到李老给我们的表法呢，我们要反观了。我们在公共场合啊，有没有指责过别人的毛病啊？有的话要忏悔啊，甚至要给人家道歉呢、啊。我们有没有在别人的面前呢、啊，数落自己的丈夫啊，自己的太太啊？那这个就不妥当了。我们既然已经学佛了哈、哦，我们是要去极乐世界的，极乐世界是普贤菩萨的法界，要接上去了。普贤菩萨。十大愿第一个礼敬诸佛啊，我们礼敬另一半呢、啊，我们就不会当众去批评他了。一定是我们的恭敬心不足啊，才会有这样的行为出来。礼敬呢、啊，称赞如来，只有赞叹，没有批评了。那广修供养、啊、不是说不指出他的问题哦，是不在众人面前去批评他、啊、但是真的、啊、另一半有偏私了，要找到适当的时机、啊、真诚的劝他，这是供养、啊、所谓妻贤夫祸少、啊、就提醒到丈夫了。
哦，那啊，这里点了一个重点，因为你当众说人家的毛病，哎，懂道理的人有定见，他不受你影响，否则啊。啊，有一些人听了，就受到这种熏染的影响。哇，现在这个批评的风气太盛了。啊，朋友聚在一起了，吃顿饭，吃完，批评东，批评西呀，这种风气呀，会把下一代带坏掉啊。也会影响朋友啊！我们要知道啊，恶心手有26啊！啊，学好终年不足啊，学坏一日有余啊！这个批评啊，我们听多了，可能无始劫那个批评人的习气啊，通通被调出来了。所以，我们真正爱护他人呢，我们常常提醒自己啊，不要给人家不好的影响。因为人呢，都是虚妄分别，有这样的习气呀。谁好人学好啊，谁坏人学坏啊。所以，儒者教人。独居诗人，公言言义啊，这样就是惜圣惜贤的纯粹君子，成就自己啊，也给人好的影响，带动他人啊。所以最低要学君子啊，啊，学佛呢，则令人要三皈依啊，学佛法僧。就是皈依觉正境啊，皈依住世三宝啊，觉而不迷啊，正而不邪，静而不染。我们自己的心念呢，常常能关照，要跟觉正境相应，不能跟迷邪染相应了。好，好，那这个是找对象啊。我们有想到啊，黄念祖老居士啊，有谈到找对象的标准。第一啊，要是明白人啊，其实这个明白人呢，最重要的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呢，不然每天过得稀里糊涂的，行尸走肉都有可能的。啊，俗话说的，宁可跟糊涂人啊，不，宁可跟明白人吵架。不跟糊涂人说话，这说不清楚了。所以古人说“门当户对”，很有道理啊。那个“门当户对”是什么？思想观念、价值观相近，不然那个没法沟通了。进一步还要教育子女啊，那不打架才怪了。哦，所以古人这些都很有道理的，我们不能把它曲解的哦，门当户对就是看，家里，钱有多少，那个都误解掉了哦。好，所以第一个是明白，第二啊，要良善，心地善良。
不会伤害人，替人想。第三呢，诚实啊。哇，人一不诚实哦，哇，你每天提心吊胆，也不知道他哪一句话是真的，哪句话是假的，这个相处起来可能会发疯掉。诚实啊，第四啊，要正派，不能乱搞男女关系，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闲闲逸色啊，要好德啊，不能好色了。这一点很重要啊。这个假如啊，不从小教啊，你等到他一二十岁了，你要再扭转了，真的不容易啊。我们曾经也是跟一群青少年讲课，跟他强调德行很重要，讲半天，老师你讲的挺有道理，不过长得好看还是很重要的。哦，你要再把它扭转，他受这个传播媒体啊这些影响啊，那可不容易了。那你以利交者，利尽而教书啊。你以利交就是互相利用了，所以你看夫妇是道义之交啊，现在变成利益之交了，你说这个怎么会有真情真意呢？所以现在离婚率为什么高？好像用现在的这种说法啊，女的要找这个高富帅的是吧？男的要找白富美的。这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所以诸位仁者任重道远啊，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啊，我们要扭转这个错误的这个社会风气啊，我们得一起努力啊，而且还要三到五代人锲而不舍的来做啊。所以判断力啊，要尽早给它建立起来。在格言联璧说的，以利交者，利尽而教书；以势交者，你很有权势地位，势轻而交绝，因为人家是利用你嘛，你没有这个东西了，那就见面都不相识了。以社交者，花落而爱语。你以社交了，你说啊，他就是看我漂亮了，那你会老哎。那他好色了，那你又老了，那他又看到更漂亮的，那不就出状况了吗？所以人想事不能想得太浅了，要想得远一点了。所以以道交者，天荒而地老。这古人留下这些话都是爱护我们的啊，因为这个婚姻是大事啊，攸关一生的成败、幸福与否，所以我们得珍惜啊，经典里面教的，还有黄念老这些善知识哦，给我们考虑的很仔细啊，讲得很清楚啊。不过这个黄老还要补充一句啊。有这四点啊，就已经很不错了，你不要再加一大堆条件了啊，不然你就找不到了。不要要求太高了啊。
那当然了，啊，你要要求别人，那别人也会要求你，啊，你不要挑挑挑，哎，这个挺不错的啊，结果人家觉得，跟你好像，相应不了，哦，所以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呢，哎，这句君子务本呢，能不能用在谈对象上面呢？可以哦，所以谈对象的根本是什么？是提升自己呀。有德只有人啊，那相交感呢、啊？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嘛。哎，我请问大家，现在在适婚年龄要找对象的，你们有没有遇过那个人说，我现在最重要的？提升我自己，有没有？你看，我们假如不建立正确的观念，我们都舍本逐末了。哦，然后找了半天，真的找到一个蛮不错的对象，最后人家跟我们不相应，自己又很沮丧，花了那么多时间。对，还是君子务本，而且、啊、当你真正自我提升的时候啊，你就不用花一堆时间东找西找了。找是要花时间的，而且找人呢，你的时间精力都耗掉了，更没时间提升自己了。你提升自己到一定程度了，一堆人来找你，到时候你再慢慢挑。你看，做什么事情要强调战略要正确，是吧？哦，我们大陆很强调战略要正确。哦，所以我们找对象从自己提升呢，这是最正确的战略。哦，然后再加上，请观世音菩萨出面啊！哦，观世音菩萨是很慈悲的哦，世间的事都管了啊。你要一个孩子，他也管，送子观音。我最近遇到一个同修啊。啊，这是他亲身的事情。他的太太呀、啊，找对象，因为他太太已经学佛了，要找学佛的对象，又是他满意的，不是那么容易了啊。哎，他就把条件都写下来了。啊，其中一个条件呢，对方必须戴眼镜。我说，我连这个都要写了。哎，后来他太太啊，跟他结婚了。他太太说啊，每一条都符合，所以大家诚心求菩萨帮忙，当然你不是结婚去享乐的啊，结婚去表法的，这个就有求必应了。好。啊，我们学这个五轮关系啊，学一轮呢，学到的这个道理啊，其实可以延伸到五轮上面去的。啊，我们学东西也要举一反三。哦，就像师长有教我们，夫妻相处，白头偕老的一句真言。那这个就讲到夫妻相处，只看对方的优点，不看对方的缺点。那这个不止夫妻是这样的，五伦关系都是这样。所以今天我们谈择偶，其实也用在你怎么择朋友啊，你怎么跟择你的领导者啊？你领导者跟错了，
那个人人生就差很多了。哦，包含我们怎么去教育孩子，都跟这些有关呢。啊，你把它用在教育孩子上，你的孩子以后能够有好的对象呢。那个只看对方的优点，不看对方的缺点，其实这里面也是透出什么？透出当我们真的能做到这个程度，一定可以感动对方，因为人之初，性本善。另一半，他的缺点一句话都不讲，优点都肯定赞叹，人呢不好意思了，良心出来了，哦，所以我们另一半还不能感动啊，可能我们还没有真正做到，只看对方的优点，不看对方的缺点，再调整调整，哎，啊，假如呢？你完全看对方优点，都不批评他的缺点，还没转啊，可以找我啊，我们再好好探讨探讨。好，今天时间到了啊，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啊，谢谢大家。